出血。嗯，那个这也都能去掉。嗯，这能去掉。你看我这个。这都能去掉，但是蛤蟆都叫它出来。这我们治完了，蛤蟆出来就回去以后天天洗澡，天天拿搓澡巾搓着，不让它长着。我们不给打开了吗？嗯。要不然你不，它要不出来，不站上，它的口就长死了。等你再打开，所以你就得拿搓澡巾搓着，不让长。叫它开着口等着这蛤蟆往外出。今年多大岁数？上手。你多大岁数？上手。三十二。你想它在里头圈了三十多年了，打开一下就出来，不可能。小孩打开就出来，嗯，但是你这个就不可能一下子出来，所以得慢慢天天搓澡巾搓着，抹着角质软化霜，再抹珍珠水啊，这样不用抹淡纹的，不用，嗯，因为这没有纹路啊，这不用抹淡纹，就是抹角质的，抹护肤的啊，抹三层，这底下那个就再加两层，嗯，这行，这个抹着它就不会再起了，蛤蟆就打开了，蛤蟆出来，蛤蟆出来大概要三四个月吧，三四个月才能出来。